白在形容哪个过过哪个过过啦，你懂我的意思吗？不是应该装可爱？你觉得可爱吗？有一点。有点智慧王，你要不要冷静一点？一个大美女在我旁边，我怎么能整个被撩到她？你是看我看太多年了，你不懂。你的意思是我人在福中不知福？《神雕侠侣》当中，小龙女说：“我也想过过过儿过过的日子。”这个句子里的“过”到底有几个动词？是三个还是四个？请抢答。哦，所以文过过过过过四个。哎呦。哪四个？我想过过啊，然后我想过过过耳，过过是动词，然后过过过也是动词，第三、第四、第七、第八，你知道我说的吧？有点，我是跟你讲，我也蛮在形容哪个过过哪个过过啦，你懂我的意思吗？是应该装可爱。你觉得可爱吗？有点智慧王，你要不要冷静一点？一个大美女在我旁边，我怎么能整个被撩到她？你是看我看太多年了，你不懂。你的意思是我人在福中不知福？我想过过过儿过过的日子。我这个主词，过儿是受词，日子是名词。嗯啊，应该是哦，所以扣掉这个，我想想就是个动词。想也是个。哎呀，还有过过过儿。没有没有没有，不用算想啊，因为我们是问有几个过是动词，他是说过哎，对，他没有说我想哎，是只有过。四个，请揭晓。对了，四个。好，这就是网络上的流行的一个潮语啦。那当然呢，就是过过，就是我想要去尝试过这个生活嘛，所以过过是动词。那两个过过加起来总共四个过字都是动词，就这么简单。是我说的意思啦，你懂的。我懂。你很棒，真是年轻人。来，你真棒，快！八楼之三，八楼之三，开箱，好多了，哇！哇，漂亮了，对哦。姐姐先赢了，会带你出去吃饭饭哦。养我，养我。姐姐，我不想努力了。都聊到哪儿了？哎，男女平等，我请弟弟吃饭。答到后来养我，养我的。OK 的，我告诉你，这 OK 的。当干弟弟，来，我们准备出下一题。比尔盖茨投资的地热开发公司选中了台湾的宜兰清水还是花莲红叶作为亚洲唯二的开发地点，请抢答。哎呦，谢梦琪，你知道为什么花莲红叶？哎呦，你知道？我印象中，因为我之前有做过就是跟这个相关的案子过，印象中就是他们去投资这个地方，然后去让他开发。哦，你做医药工程的哦？哎，不是，就是我后来跑去做新媒体，但是有做过一些政府的。哇，他做过很多哎。哦，花莲红叶，请揭晓。漂亮。其实呢，在宜兰清水这个地方啊，它也是有地热的暗场的哦。但是呢，这个我们一般人对于地热的产业是比较陌生一些。那比尔盖茨呢，他的这个 BEV 的基金哦，他就特别有投资花莲红叶这个地方的地热。那主要的原因呢，也是因为它处在一个板块的接触地带，所以呢，这个地方呢，的确是挺有地热发展的潜力。全新赛事带你一起长知识，用你的智慧解锁财富大楼。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全新攻略，快点来订阅。